会加速，然后到。但同时我们在台北，我们也到三总会问几位基本的乡亲。啊，那先我所了解的哈，像三总那个杨盛凯啊，许盛凯哈、啊，他现在很清醒。好、啊，那黄金顺还有陈明忠，那刘兆辉刘医师现在还在急救当中，其他的我们现在还在追踪。